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牙口点点的呀、yeah, 小铃铛打个呼。嘿、hey, 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嘿、hey, 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介绍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火影忍者大决斗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朋友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订阅推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由于我跟狗当录制迷你世界的视频比较晚，现在已经2点钟了，所以就只有我跟狗蛋两个人来玩了。嗯，对的，没错。好了，我这边选的是那个仙人模式的那个迷人。狗蛋，你这个应该是小组织的佐助吧？嗯，对的。然后我这边有5个技能，当然咱们还可以使用这个什么秘卷，找那个什么奇蜡笔，再额外购买一个忍术。好的，来吧，咱们俩开启一场决斗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我准备好了。等一下哈，好，来，准备好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卡格奔星诺鸠兹，挥！好，凝聚查克拉。哎，我的饥饿度怎么不够了？你要凝聚查克拉呀！仙法。你跑哪去了？不要来打我！不要来打我！螺旋手里剑不够了，这就是妙木山修行的成果。我又回来了，我当魔人又回来了。好，继续凝聚查克拉，咱们3局2胜啊！好的，下一个技能是超大玉螺旋丸以及螺旋连丸，超大玉螺旋丸。火球术，螺旋连丸，没打中你，凝聚查克拉，千鸟，哇，千鸟，锐枪，哎呀，这个要进，回血，凝聚查克拉，卡格奔星，诺鸠兹，哇，又是这个，最讨厌这个，饥饿度还是不够，好烦呀。他哪去了？我死了。你狗了吗？就这狗了。为什么你的分身那么厉害？我的，开玩笑，鸣人的那个分身可是禁术，太气人了。每次准备放更厉害的招数的时候就饿了。你来了吗？有人呢？来了，我来了。哼，等一下，要换这首 BGM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你换好了告诉我。好，换好了。卡格奔星诺鸠兹，又是这个，我凝聚点查克拉，仙法螺旋手里剑，我讨厌你的影分身，我讨厌你的分身术，查克拉凝聚，哇，讨厌你的你居然扛住了。对，回血，差一点，再凝聚一下那个查克拉，我恢复一下查克拉爆发。火球术啊，你呢？螺旋手里剑，打完了吧？3局2胜，我这是3局3胜。来吧，咱们暂停一下，那个再互相换一个那个，换一个忍者。嗯，好的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这次我选择的是佩恩天道，狗当选择的是那个什么？鸣人九尾查克拉，对吧？对的。好，怎么好？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我的技能：超神罗天针、神罗天针、万象天影以及地爆天星。好，怎么好？3、2、1，开始！超辛辣天针！你怎么上天了？你被我打死了吗？我是自爆了吗？你被我超辛辣天针打死了，好吧？我还没放出技能，我怎么就死了？我这个是大招，好吗？我瞬间就不开心了。我来了！火星罗天，我天！天你个头！辛辣天针，你又死了？没有，我的天！你这个效果，哇！等你别动，别动！
好炫啊！伪兽闪光弹，好炫啊！你这个技能不炫，嗯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十八个天秤，超大螺大玉螺旋丸，你呢？没打着你，没瞄着你。万象天影怎么念的？我看一下。班班说是这什么玩意儿？我不会念，查个人念吧。超大螺旋，超新了天阵。哇，我这个是分身吗？我哥，我感觉不是人物和技能的问题，是我太菜了。是你技能没使用好，好吧？你太菜了，好吗？嗯，是我太菜了。在动漫里面，那个佩恩天道被那个被拥有那个什么主角光环的鸣人吊打，好吧？我觉得我太菜了，嗯，有点侮辱这个角色了。十八股天秤，喂，打不着我，打不着。地爆天星，你这个有缓慢的效果。地爆天星很难打得中你，它是指向性的技能。走。哇，我可以近战，我的天哪，我可以近战。万象天影，新了天阵。哇，你去查克拉。上吧，新了天阵。我的分身们，哇，我技能都没放出来，我终于使了一次了。好，我来了。最后一局，受十八，我是不是死了两次了？拿托，我都输了。十八个天神，超大玉螺旋丸，好躲。哎呀，超醒了天神，没打中你，打到你的分身。是的。查克拉，查克拉，补充一下。新了天阵，大玉螺旋丸，好等。再补充一下查克拉。等技能冷却，技能冷却。哎，你哪去了？我在这。新了天阵，又没打中你吗？地爆天星，对，哇，这地爆天星上吧，这地爆天星本来是可以那个的，把你吸过去，然后那个的。我好像我刚好用了那个快速移动那个技能，感觉这一局有点，我已经输了，好像。你又跑哪去了？星罗天阵，完了，我又没有，我也没有查克拉，这查克拉天阵好讨厌。好了，我死了。我这个大招需要100的查克拉才能释放。对啊，他要的查克拉太多了。你过来，他这个地爆天星做的其实特别像，但是没有那个效果。要是能把你吸过去的效果就好了。看着这个地爆天星打你一下，疼不疼？别动。嗯。十八个天神，你怎么还往后退了？别动啊！他自己给我自动退的，我没有退过。他有那个自动退过去的。神罗天尊，神罗天尊是把你弹开，而且把所有的技能弹开。而且我有3300点的血，他打掉了我100多点的血，也算是万象天影伤害的，是把你给吸过来。好，等一下，你去查克拉。嗯，恢复一下那个血。十八个天阵，你看他自己往后打了我一下，你看又往后打了我一下。哇，一次能打掉150点的血左右。需要两个，这个新了、新了天阵就可以直接把你给秒了。是的。
啊，哪里痛？新老天子，我真的一次就幸亏躲了一下，否则就把我秒了，我还是30点的血。你距离太远了，好吧？你刚刚躲了一下。嗯，我往后躲了一下。快跑！上吧，小的们！这八个天子找不到我，嘿。哇，没打到你、啊、这个苦无没打到你，新拉天斩，万象天衣，没查克拉了，还有5点的血，一个苦无把你给干掉了，还有5点的血，一旦被抗击了。哎，等会那个怎么念来着？来吧，结束这一期了。哇，他这个配人天道做的挺像的。嗯，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